这都是用石头垒的墙，不规则的石头。石头垒这个墙，垒的技术很高啊。这墙垒的笔直笔直的，整齐的很。这些不规则的石头，不规则的石头，看着。能垒成这整整齐齐的墙，确实不容易，技术。你这技术，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。是，这光会垒砖的师傅，他可垒不了这。啊，他垒不了这。哎，他干不了这活。砖是规则的，这家伙一棱一划，他描啥规律？水看有点少呀，这回，这回水少不少？少吧？啊？不是，我说这水少。水不少。这跟刘强的回看不一样了。刘强的那个发年，这散花花的。那你要弄这发年了，这把钱都累烦了。是啊。啊，必须得要这种。啊，它没有压力。笔直笔直的墙，非常的直。师傅垒这个墙垒得很好，你这结束这一天不少挣钱啊，这。你这结束这一天不少挣钱啊，是吧？注意安全啊！这是论天算的，还是论整个这一段工程包给你们的？啊？啊，等于说整个工程干完，啊，算算多少钱，是吧？啊，也不论天。啊。你这活干的老细爽呀！这得叫乡长过来看看，咱这活干老没呀？你俩你仨应该都会累，轮替着干是不是？哦，都会累。这肯定不，我这玩意儿，这种肯定，这种，干这肯定不，哦，对了，这不。
往上打电话。你这大电话有点过来，过来，搁这方，库要溜过去，从这方直接溜过去。哎，对吧？哎，这个，咱俩弄根。